今天来打上海的高速客服热线，96777。您拨打的号码不正确，请查证后再拨。02159115999。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打上海的市民热线试一下，02112345。你好，请问什么可以帮您？哦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这边是靠着那个上海绕城高速的，然后这个绕城高速它噪音特别大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有哪个部门可以帮高速公路装那种隔音板？可以啊，那你把地址告知一下。我的住宅地址是在昆山花桥，但是我旁边就是上海的绕城高速。上海绕城高速是什么绕城高速啊？就是上海的绕城高速，就从就从宝安公路到那个曹安公路中间这一段。宝安公路。对。到什么公路？曹安公路。对。就是宝安公路到曹安公路这一段的上海绕城高速呢，这个噪音特别大，影响到你昆山这边的一个生活，所以要求在上海这边能安装这个隔音屏，什么隔音板，对吧？对的，对的。啊，那我这边要先帮去反映一下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种反应大概需要多久会有结果，还是怎么样的？就大概后面是一个什么流程？管理部门，我这边通话结束就帮你去派单，管理部门按规定收到工单后的一个工作日会进行你面试的。哦，好的。就是他会给我打电话，然后了解其他的情况，是吗？啊，对，一个工作日呢会跟你电话或者就是短信跟你信息联系，好吧？哦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快去，感谢。所以我刚才是又因为打了上海的高速客服，但是没人接，然后我就打了上海的市民热线，他现在是说是受理了，然后。明天他们会跟我联系，看之后会怎么解决，很期待他后续会怎么处理，等着看呗。OK。